接颜如玉放学，刚考完试。考的怎么样？考的怎么样？今天中午吃龙虾，老严的咸鱼卤味儿，还有我的最爱牛排。大餐前或者后啊，一定吃两条果冻。果冻再有不会吃的啊，再怎么的，我的作品置顶第一个作品里，点进去看一看啊。再不看我讲解的啊，再不听话的，作品第一个置顶的段子，去参考一下。我的眼睛老铁没有肌无力啊，昨天的全只是化妆，还有那个视频角度。嗯，今天中午就吃一块牛排。给我妈妈点点小爱心哦。嗯，挺好吃啊，慢慢吃，拜拜。